歌声人生，人生歌声，大家好，我是痴心歌姬嬛嬛，我是面具王子凯瑞。阿母，咱即卖艺人真济哦，也毋过自细汉开始比赛，一直到大汉拢坚持家己理想的这条路。这种艺人吼，真正无简单嘞哦。是啊，艺界这条路本来就是足辛苦的。虽然你坚持，不过无一定会红哦。但是你若无坚持，是一定无机会啦。对哦，所以今仔日要来介绍这个艺人哦。伊自细汉开始比赛，而且哦，我甲你讲哦，伊这个比赛的节目是大家同人知啦。哦，会当讲咱四五六年级的同学应该拢足熟悉的。是哦。我讲出来你，你知？你讲看麦。来，一二三四五灯亮，五度五关奖五万。你来唱，我来看，大家都爱看。你健康，我健康，大家都健康。哎呦，阿母你阿奶你都知啊的哟，知呢。来，刚来介绍我们的卫冕者，郭婷云小妹妹，目前的成绩呢是四度四关了。是，今天要带来这首歌是五个灯的歌曲哦。哎呦，小丑，来，掌声欢迎他演唱。小丑。十七，拜托，灯数快点！十八，十八，十八，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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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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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十一，再一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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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啊，二十一，怎么可能？啊，加分！非常恭喜你，也请赶快登上我们的卫冕者宝座。哦，五等奖擂台赛啦！他还获得五度五冠的殊荣。对，伊自细汉就开始比赛哦，变啊大汉了，伊阁继续去咱这个明星的明日之星继续比。虽然中途有失败，也毋过伊无放弃呢，伊阁转去找因的歌唱老师继续练习，阁继续比。嘿，虽然伊最后无顺利过关吼，但是伊一直拢坚持伊爱唱歌这条路。哎呦，你无爱我。我送为你破破命运点歌我都靠不住下失去的我感谢天地肯赐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得到的爱已经真多我是最后你要选的一个有情的好夜人看我目到有人是一个叫你做的三只人一日做工做到暗淡无几日但是阮的生活实在是真快乐夜里哦夜里哦有一支钓鱼啊里哦小可夜钓吃苦了苦高分九十四分还落败，落败输九十四分，有什么话说吗？我今天是真的有尽力，
楼上看我们节目都觉得很震撼哦。我相信今天的失败，将来对你来讲，你回味起来要感谢评审，你是成长的开始，真的，人一定要挫折才会成长。他凭着他自己的努力，为他的歌声到外形的转变，可以是说哦，非常有毅力呢。不但安尼哦，他还不断挑战自己、嗯，表现不同风格。对啊，所以他的努力真的是令人敬佩。是。2014年有一条歌哦，配着咱的电视剧的主题曲，叫做《两杯红舞》哦。伊这条歌哦，更加是予伊大大的拍出伊的知名度呢。伊一步一卡印，成功成为一位专业的艺人。更厉害的是，他入围了第26届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哦。入围就是肯定，入围就是得奖。第26届金曲奖的最佳台语女歌手奖项，入围的包括了郭婷云《女人胆》，郭婷云《女人胆》，郭婷云《女人胆》。阿爷声音就大白的哦，而且唱歌非常好听。你搞什么？五花型一张单曲，10张专辑，每一首都非常的好听。哎呦，2010年，世事多变，人情可怜，也是咱无缘。想要完全来放弃，暗藏一段情。2013年，爱情最红开。2014年，鲁林大。2016年，麦甲我拍分手。2017年，原来的幸福。2018年，爱唔惊。2020年，无你袂赢。2021年，心内有你是幸福。每时每刻温度，互相陪伴是咱甜蜜要素。过平凡一生，心内。
2022年花开花谢，过春夏秋冬，花开花谢。2023年 Super Mama， 2024年真正好唱，阿母真正好唱吼、哦。是，而且伊人生出水，阁亲切。嘿哦，所以咱即马就来欢迎咱的黑色旋风 Super 妈妈郭婷云。是我讲讲讲讲袂起，起来要等何时？